我现在在宋庆龄科技文化交流中心。哎，今天这里有一个“一带一路”的科普秀活动，还有全国未来工程师的总决赛。哎，快带孩子过来吧。新中国诞生，七十年风雨兼程，七十载砥砺前行，中华民族在追梦，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，科教兴国是全民的自觉行动。1997年紫荆花开，东方之珠香港回归祖国。1999年水莲花绽放，澳门回归母亲怀抱，中国人手拉手，共筑大湾区的创科梦。的是科技创新的支撑，加强自主创新，建设创新型国家，才能让共和国更繁荣。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五星红旗迎风